汉学家，有时候究其一生，对吧？就研究中国的一个很偏的、很钻的一个东西，成为专家。在我看来呢，他们比中国人还中国人，也就是让我们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，就是文化征服了他们，无论他们是批判，无论他们是拥护，都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化。在我的这个研究过程中啊，你像这个美国汉学家李克，他就用了60年的时间就翻译管子，管子非常难啊，但是他就一生做这一个。也有很多汉学家都是，找到自己一点，然后呢，奉献出一生的时间，这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地方。